檀健次的胸肌偷偷藏不住。对，这个热搜，其实我们看到的时候就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平常会特别着重的练胸肌这种部分。没有，我其实健身的这个起源比较早，因为我大概15、16岁就开始健身。哦，太早了。对，非常早，所以那个时候。现在都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底子，对，留到现在了，兄弟。对，留下来的底子就是，故事还有其他的观众，该把握这几秒钟，就揽轻的哭着难的放纵，一时悲剧你怎么没说，害我不察觉就陷落，为何一想念我就不想我，却不能再牵住我的手，天昏地暗中就这么活着，快乐是那么可恨，请别亮灯，可惜的理由又失去了一种，因为光阴总是你在渐轻薄，每一位过客就继续变成谁起来坐着，请接受我们首次热搜的突击。檀健次首部现偶男主。对，但是就在此之前，我先插一个问题，因为大家刚才看那个红毯区，看到你和像小明哥啊什么的交流特别频繁，大家在聊什么呢？啊，那不能告诉你们。已经上升实时热搜了。真假的？真的有这个话题词了已经。因为我每次见小明哥，我们聊的都很开心，就是。因为《兵变不是海棠红》这部戏结缘嘛，然后，私底下一直就是关系非常好，对，是我的好哥哥，对，所以就每次见面都会聊得停不下来，聊一些心里的话是吧？对对对，近期的状况啊，包括小明哥说就是说来让我去上海的时候记得找他什么的，这种就别
男生之间的话题不能聊，不能说。明白，行，那我们回到这个热搜上，因为今年有很多剧跟大家见面嘛，包括之前从那个《猎罪图鉴》《长相思》到现在的这个《很想很想你》，这个角色跨度都非常大，自己是在有意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吗？是的，就是其实因为觉得这是这个职业带给我很大很大新鲜动力的一个地方，就是饰演不同样的角色。不一样的感觉，去挑战，去尝试，对。嗯，那目前还有哪些想要尝试的角色，就比较具体一些的？比如反派啊，比如大家所谓的那些什么病娇类的这种东西，对，我觉得很多，就是其实没有尝试过的，我依然还是很想尝试。嗯，这个病娇你也知道是吗？对。明白。那我们回到这个热搜，是因为这个是剧《很想很想你》嘛？目前如果和没有看过剧的路人网友们安利一下莫倾城这个角色，你会怎么介绍？莫倾城这个角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温柔体贴的一个男人啊。然后大家生活的已经工作很辛苦，我觉得是适当在收工了以后，然后躺在被窝里吃点甜品，然后看着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治愈非常放松的一个选择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但是就是作为观众，不知道你自己是否曾经是偶像剧的受众？小时候有，对，小时候有看过，像流星花园啊，什么海豚湾恋人啊，这种看过的。对，明白，这些也是给你学生时代留下很深印象是吧？对，留下很深印象。明白，因为我们之前这个环节也突击过周野，周野曾经说你是剧组里的最辛苦担当。嗯，实至名归。就每天都在忙什么事儿啊？大家知道我就是不止演戏嘛，我也会唱歌、跳舞，还有综艺，所以干的活比较多，导致我可能会比较忙一些啊。就行程很忙。对。明白。那如果今天让你给他来评价一下他的这个最什么担当，你觉得他是？周野啊，我觉得开心果担当啊，好吃担当，对，他很喜欢吃美食啊。明白，因为我们剧名叫《很想很想你》，就是此时此刻有什么很想做的事儿吗？此时此刻啊，很想很想和大家一起看《很想很想你》。这句安利也很不错，我们可以撕下一个热搜看一眼。谭健次给新剧唱了6首歌。对，为什么会贡献这么多歌喉？这个角色需要，对，因为当时这个角色找到我的时候，他就是需要这个莫倾城这个角色，他得会唱，他得台词得非常好，得不是非常好，得过关啊，得会配音，得具备这两大特性，所以找到了我。那我觉得其实跟我也有很多不谋而合的地方嘛，就是唱歌啊，包括台词啊，这些都是，所以我就觉得，哎，也是一个可以让我在剧中发挥我的长项的地方。那这6首歌呢，其实是我没有尝试过的风格，就是比较国风的风格，也是我比较觉得比较新鲜的，从来没有试过唱国风类的歌曲是什么样，所以哎，那有了这个机会，那就唱咯，对不对？现在是怎么来规划自己的演艺事业和歌唱事业的？我觉得肯定是以演戏为主的。对，那音乐这一块我是作为一个附加项，我觉得对自己的一个也算是儿时的一个梦想嘛。然后只要把手里头的这个戏的工作完成，那我就有富裕的时间去做音乐，去做演出、演唱，这样，对。那我们也替粉丝问一下，就是新专辑目前在什么进展？新专辑目前已经录制好了几首歌，然后我自己本人还是非常满意的。然后还有几首还要慢慢打磨。对，大家也知道，其实我做一张专辑也会做很长时间。对，所以就敬请期待。因为今年线下演出也特别火嘛，有没有考虑过自己举办什么线下音乐会啊、粉丝见面会这种的？有啊，其实今年本来是有这个计划，但是
因为一直在剧组拍戏，所以我也不想说让自己分太多心，所以今年就没有再做这件事情。那明年等把自己把这个手里头的戏的工作忙完之后，做完之后，我觉得可以，让自己稍微恢复恢复，然后做一个演唱会，这样，然后大家跟大也是大家一直以来走哪跟我说的让我开演唱会的这件事情，所以也算完成一个大家的愿望，然后跟大家一起嗨一下吧。对，嗯，明白。那我们可以撕最后一个热搜看一下。嗯，谭健次的胸肌偷偷藏不住。对，这个热搜，其实我们看到的时候就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平常会特别着重的练胸肌这个部分。没有，我其实健身的这个起源比较早，因为我大概15、16岁就开始健身。哦，太早了。对，非常早。所以那个时候，现在都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底子。对，留到现在了，胸肌。对，留下来的底子就是，可能稍微的，就是还会有那个形还在。对，嗯，明白。那目前就是平常健身呀，或者是运动的频率是怎么样的？嗯，我现在可能有时间会更多的休息，对，休息或者让自己去充电。因为刚才聊到感觉就是一直在进组拍戏也很忙，所以闲下来的时候一般会怎么就是缓解一下自己？旅行，对，然后吃美食，然后看电影，有很多户外活动等等，或者跟朋友聚一聚都有可能。对，明白。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卷的人吗？看哪方面吧，就比如说如果你说业务上的事情，我非常卷。对，因为这可能跟我从小的生长环境有关，就是从小就在打比赛，从小就在坐在专业训练，所以牵扯到自己的专业，牵扯到自己的业务的时候还是会比较上心的。对，但你要生活中对自己的一些规划其实没有那么卷。就还是有点就是随遇而安那种吗？对对对对，明白。因为其实是网友们发现我们私底下对自己家里两个狗狗的训练也特别卷。对，其实我本来没想训练他们，当时我还说，哎呀，让他们做两个开心的小狗好了。后来发现太傻了，就是跟那个地主家傻儿子似的，就觉得不行，得训练，毕竟他们爸会的东西那么多，是吧？他们不能拖后腿啊。然后我就让他们上学去了，上狗狗学校是吧？对对对。就最想让他们掌握的技能是什么呢？一开始最想让他们掌握的技能是比较简单，就是别到处随地大小便啊。这下技能现在已经掌握了，对，比较乖了。现在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我已经满足了。对，所以我们也不是那么虎吧，没有那么卷。没有没有。留在昨晚的我一人去，思念只是遗忘的幻觉，故事还有其他的观众，该把握这几秒钟，就来起的喝着难的放松，一时畏惧你怎么没说，爱我不察觉就陷落，未来总有我许长久。
叫不醒的我，天昏地暗中。